好，我是楠楠。这两天天气变冷了啊，大家都多穿衣服。然后今天要中午了，然后我们要开始做饭了。今天我爸长啥？我爸做饭一般特别好吃。走吧。我得来了吗？上个月，哎，烧着，弄，给他炒烧着的。嗯，好。看我爸高兴的，吹着哨儿，边吹哨儿边炒菜，你听。今天下雨呢，我爸没有上班。在家给我们做好吃的，正好又看孩子又做好吃的，虽然只是家常菜啊，但是我家里边就属我爸炒菜最好吃，都比我姐比我妈炒的好吃。我唱唱，这个为什么叫我唱？你先唱呢。我唱唱，你再唱。你唱完又，你唱完又哪一个？走来，我唱这个不是我唱，是咱爹唱的。这不是你唱的？啊。那弄你唱的。弄也完事。我哥干活回来了啊，刚下班。哥，不是，那轮儿。那你中也不多。哥。走嘞，看我呀，看我呀，你该有炒多这吃饭吃点烧啊，这个一碗吃这点，这个吃的太少嘞，也平常也吃吃两碗。啊哥来了，弄了两瓶好酒，有五年了，有五年了还是。又来一个哥哥，他们在喝酒呢，怕我来买东西来了。买好了，回家。啊，这个是每回我们一回来，哥哥都就来了啊，因为他们都看视频，都来这儿聚一聚，高兴。你倒是用的，不是用的，我是套路的，我是压的一套的，我是。这回大家都知道超哥跟我哥为啥吃那么一点饭了吧？他因为他们下午有酒茬，他们都已经商量好了，在一起喝酒。每回来我家，超哥都是这样哈，就是一来，我几个哥都就来，都是我大爷家的哥。因为我大爷家的哥跟我都走得特别亲近，就好像亲哥一样，每回来了都在一起聚一聚。一样，都是老舅。小卡有点没有？有点放威，没有酱，这个酒不带酱，都是加一包装的。再切开一瓶儿。啥字儿？六个，他们玩的是滑梅，你们都会不会？好，再六。六个字儿，滑梅这东西啊，看到我爱喝酒，但是真是看都看不懂。六，八字儿，敲六，滑梅这东西啊，都是看懂了都是看门道，看不懂了都看个热闹吧，都是不懂。